白。这是广，这些贵州省，独山县，远处就是独山县的县城高楼，这边是农村，农村也挺漂亮的，山清水秀的，都是山城小楼。这属于贵州省的独山县。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。这里是贵阳往南宁方向中间的一个独山县，属于贵州。再走就是宁波，宁波是一个旅游风景名胜区。一个宁波古镇很有名的。请小心右侧右车辆。